久。我想妈妈，我请来妈妈。就当时定，葛小姐，您好，我叫 Ben。啊，你好。真欢喜认识你呢。听讲葛小姐，你是饭店的高管。我妈妈哦，特别跟我交代，哎呀，你要多多学习，把你的经验。啊，以后哦，我就能够接承我来厝的家业啦。这不什么啦，我搁在学习。啊，饭店业爱接收足侪人诶，管理人是上辈困难无？对啊，哈，我妈妈哦嘛常常安尼讲呢，所以讲哦，我大学在读的时阵，虽然是读管理。但是吼，我读研究所的时阵啊，我妈妈吼叫我起来去读吼心理学啦。哦，听起来你跟你妈妈感情敢袂歹哦。是啊，哎呦，我英文的名吼是我妈妈给我取的啦。因为吼 Ben 我儿子的意思啦，所以吼妈妈私底下嘛拢叫我 Baby Ben， 啊就是吼宝贝儿子啦。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个年代妈妈跟后生感情要这好，我实在是不简单，超难得的。啊，不过郭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哦，我绝对唔是妈宝啦。归我妈妈。以后跟我讲，我不是妈宝哦。就当书店，我拄啊伫隔壁珠宝店哦，看到一条花链，真水。我想讲，你会敢讲较好，会当请你陪我去看一下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啊无咱来试试啦吼。哎，小倩呐，你甲Ben和我开讲一下，我先等下哈。听阿 Ben， 啊，最近恁公司的美妆产品，我怕是要跟富贵集团来做合作，啊是讲恁这，是讲恁这届上来的企划案啊，这内容可能爱小花调整起来。哎呦，郭小姐，咱无必要踮这个时间搁讨论公司的代志嘛，我妈妈嘛常讲啊，咱做工课时阵就爱认真做工课，啊该娱乐的时阵就爱娱乐啊。我跟你讲，讲唔对。嗯，哎呀，你哦，你就是事业心太重了呀，莫怪吼，你也错过适婚年纪啦。啊，你唔是同款？啊，既然你工作跟娱乐是分开来的，啊，想说你同款嘛，是错过适婚年龄。我知道，应该是吼，你一出世，伊就含着金汤匙，所以人家规工拢无时间好好谈情说爱啦。哎呀，我只是在关心笑尔啦。你不是叫我买好你要养熊？多谢。你刚才不是我咧乌白讲啊，叫你老爷买什么天堂岛，凡事要用骗。对，我找你回来吼，不知道是对还是唔对。那是以前的马克吼，是敢那秃鹰同款，好伊看到猎物吼，唔是死就是剩半条命。啊，不过咱只阿丢狗，啊，就剩半条命尔。较早伫渔村哦，有啥物代志找我害就对啊。即摆唔是的，即摆是有啥物代志哦，绝对袂当我卡着。无真正渔村变松鼠，我哪带晒？三八咯，我去讲生笑的啦。拜佛倒去哦，不要紧啦。你回来哦，咱全家遐安尼欢欢喜喜，安尼上重要，哈。哎，帮我点一挂点心，配咖啡啦，哈。嗯。哎，服务生。嗯，我真正走来相亲，
是我想要结婚生囝啦。阿尚啊，啊，小倩，哎呦，你最近跟小倩行了足近的哦，两人相亲，你嘛知影？查甫看起来嘛无你外有壮哉啊，怪型的，笑到呢一点仔都无先困，鼻也是我大个，一看就知影袂外去。啊，还尔远，你看会到伊鼻也很大着，嘛足厉害呢。我甲你讲啦，亲像咱哦出世的伫豪门的囡仔哦，年纪若到无结婚哦，就向掠来相亲，啊相啊吼老酷酷。请求我炸都落跑啊，自立门户。我是想讲吼，像你差不多要去用蛋龙去相亲的市场来对啊。你错了，我的年岁吼比你较小，我今嘛是成熟又搁未老。我踮阮个市场吼，我吼是上抢手的啦。那是因为吼。我妈妈吼，伊希望我会当娶一个门当户对的查囡仔，所以吼，我唔只会来听伊话，来只相亲啦。吼，啊，若是安尼，我应该真感谢你妈妈来促成咱两个人实现缘分咯。是啊，咱两个吼，家世背景条件，差不多啦。啊，我即卖唯一上烦恼的是吼，我是孤囝。所以讲，我有传宗接代的压力啦。你若要跟我交往吼，啊，我是希望吼，你会先来去医院做一下婚前健康检查，啊，顺便检查一下你的生育能力还够存偌济。安尼吼，以后咱咪袂浪费咱的交往的时间啦。这嘛是你妈妈讲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这嘛是我妈妈讲的啊，啊嘛是我的想法啦。我今仔日是要来认识你，不是要来认识你妈妈。开嘴下嘴拢是你妈妈讲，你妈妈讲，你妈妈讲，你根本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我看你归去即马又转去恁家做你的 baby band。你无礼貌，搁咸无卫生啦！无怪吼，你嫁袂出去啦！哈，谁敢娶你这好爸母？无人爱，嘛是应该的啦。相公小倩无人爱，无人娶啊！检查什么生育能力？你先去检查你的生，未使较要紧啊！你唔敢娶，我来娶啊！你想啊？我想，百福集团你有听过无？我就是百福集团的大少爷啦！我是小倩的前男友啦，五年前伊甲我放屎时，我偌伤心偌思念伊，我决定啊，我重新跟伊结婚。我你见过？你也敢讲一句歹话啊？我来你绑起啦！等你海面一刷伊，你听着。哇塞，你真正做有 guts！ 第一届吼，成员是百福集团的少东，是为着查某啊，真好真好诶。今麦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问伊啊。妈妈，你看啦，你这是什么富贵集团的千金啊？哦，来相亲，竟然搁带男朋友来看戏，这根本就是咧甲咱创低嘛！啊，咱来去啦。我妈妈甲我讲吼，我的条件就好个啦，我唔惊找宝宝啦，咱走。大侠，请问你要甲阮查囝等偌久？无你即卖是安怎？你先要走来破坏阮查囝相亲啦？无啦，头家呢？我是因为迄个查某欺负恁查某囝，伊拄则就无听着迄查甫，伊讲的偌超过咧。啊，迄个查甫人哦，配袂起查某囝啦。以后哦，拜托个啦，你安排相亲啦，迄对象要小敬者。敢有你当年遐超过？妈，阿海啊，根本就袂记迄当中发生什么代志啊。有啊，我到底做什么代志，我根本就唔知啊。你也对我歹，你创？对你歹是拄啊好。当年你甲阮查某囝讲遐侪好听话，结果甲伊放屎，互伊伤心的人也是你。即嘛是安怎？一句唔知，百下无代。
好啦，头家，你安尼无公平啊！迄当初较早马可做啥物代志，你袂当安拢算对我遮来啊！啊，因若你外口敢开房间偷生囝，我会得，拢算我的。阿汉，无礼貌，减讲两句啊！歹势啦，歹势。我甲咱三公牛卡到北京也是，虽然你失去记忆，啊，不过你本性难改。小倩，来走，莫插这款渣男。你吼，我是也够衰，这马可对我来讲根本就是欺负人，结果每一个甲伊有冤仇的看到我，拢走来搞错。我就是要给偷出来拍的，你搞错的，你搞错的。你想要给拍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去照镜啊，看到的时候，不几斤，我可大赖你了。你怎么？是来有影的，拄则也袂替我讲话，我叫我减讲两句，你是不是阮姐姐？哦，你即马要承认我是你姐姐啊？唉，不过吼，你真正哦，真正哦，是大家拢讨厌，大家拢叫你。极品渣男，我真正就拍帮你辩解啦。极品渣男，哦，我做我这么高级，你嘛算有品质的，到底什么代志，你跟我讲嘛。